今次呢個卧底量權 3.0 係非常之危險，係差唔多死嗰只啊！佢係咪保險真係包㗎？同你睇下出面嘅情況，水浸，好似遠挑我哋，係咪你間公司派嚟嘅卧底？嗰度有啊！嬲到我真係，你哋住好嘅，我哋住垃圾。一粒粒啲咪腳皮啦！哇，呢度都有啊！參加咁多咧，係第一次。想知更多一手資料，記住留意《卧底旅行團 3.0》，10月15日起，逢星期日晚9点，開 TV 77台。有小朋友睇啊，好出街啊！